那你的师弟为什么会躺在黄金棺材里啊？这黄金棺材呢，含水寺镇寺之宝，可压制所躺入之人的浑身内力。压制？我师弟修习罗刹堂32秘术，大觉师父觉得师弟十分危险，故要求以黄金棺材为压制来护送。传闻罗刹堂的秘术，习得任意一门便能身具神游。 想不到你的师弟竟一下学了个拳。忘忧大师是昔日的禅道大佐，他为何会允许无心师弟修炼这秘术？这些就得从忘忧大师本人说起了。忘忧大师习得佛门六通，其中以他心同最为不凡。传闻去寒水寺参拜的香客，只需注视忘忧一眼，无需言语。 自省心中罪恶，这么厉害，都不用说话的。他心通修炼至极致，能一眼看透人的内心，改变人的内心，是以佛法渡人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不要慌，守住心神，他们奈何不了我。 拖住你们，等到白发仙大人回来，看你们能翻出什么花样。阿爹跟我说，空虚之阵靠的是阵法和霍英的结合，只要断其，便能破其阵。师兄，什么声音？是枪击之声，秦墨来了。你别说话，我要去寻那声音。 怎么样，师兄，咱俩这配合，简直天衣无缝。这位就是司空姑娘吧？在下刘无节，别松懈，还没结束呢。你，哼，这个邪术已经被本姑娘给破了，你们还有什么招数，就一起使出来吧。 这是越来越有意思了，诈尸了，还是个和尚，还是个活和尚，没有结巴，不是和尚，先把他带走再说。 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就再接我一剑，就是现在。
现在美人庄内最重要的事情，乃是在下的赌局。若阁下不感兴趣，便请移步吧。赌局？生死局。哼，我是一名剑客，掌握我生死的只有剑，而不是几个头子。不过今晚我倒是有兴趣陪二位玩玩这个游戏。如果二位赢了，我就再给二位一夜的时间去逃。看来你真的很自信。自不自信的，赌博就知道了。这种江湖术士的小把戏你也用？这是哪儿啊？什么长弓白骨呀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你以前听的都是英雄故事，但是长弓追忆白鬼夜行不同，他们是马贼。马贼？无锡你不简单啊，连这马贼都对你感兴趣。这么多人，不管了，冲出去再说。哎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然是双子无心，你们快那两个没义气的家伙。哎，还真是令在下心寒。我陪你去。救了我们的性命，我就帮你这一次，但当你了却心愿之后，我还是会把你抓回去的。好啊，到时候我便等你来抓，只要你有这个能耐的话。既然二位决定与我同行，那我们便是同伴，所以还是以姓名相称吧。不知二位姓名？我叫雷无解。萧瑟。都是好名字。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，非要让我二人同行？以你的神通，有什么地方是你去不了的？问得好，因为我没钱。出门在外没钱，那可是寸步难行。哎，那你可真是找对人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一车人里就属他最有钱了。这一身裘衣，光是这袖子就是百两。闭嘴。我要是不给呢？难不成你还要抢？哎，小宋，要不咱们趁现在快跑吧？好啊，祝你好运。你怎么不跑啊？你也看见他的轻功了，你觉得咱俩跑得过他吗？那我就把他打晕了再跑。好啊，祝你成功。哎，那打也不行，跑也不行，堂堂七尺男儿，却要在这里做人质啊！我没说不能跑，但要找一个跑了之后能生存的地方。这荒无人烟，什么都没有，
你又身负重伤，万一迷路了，咱们俩都得祭天。你这个德行啊，还真想不到你就是雷轰的弟子。见过了这一场万树飞花，也不枉我假睡这么一场。无心师弟，师兄，好久不见。在下想去一个地方，不知这位小友可愿陪在下一同前往？不行。口是心非。你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看来这位小友也愿意一同前往，真是太好了。在下不才，愿为小友效劳。你要替我疗伤？这一路还要靠二位多多相助，疗伤这小事何足挂齿啊。这还是算了吧。小友被白发仙的真气所伤，若是一运功，两股真气再次相冲，势必会伤上加伤。在下这就帮你将那道真气逼出。师兄竟真有如此神奇的情况。我不会甩啊。荆州果然名不虚传。锦仙公公在17岁时进入江湖，以风雪剑成名，如今的母亲也是17岁。无心，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到底跟不跟我走？这么有趣的人杀了还真是可惜。想杀我没那么容易。少装出一副得道高士的样子。你喜欢讲故事是吧？那我也给你讲一个。12年前魔教东征最后一战，北离各大派围攻魔教教主叶鼎之，最终叶鼎之战败，自绝而亡。可笑的是，出卖叶鼎之消息的正是他的至交好友王仁孙。在我看来，叶鼎之妄称天下第一高手，
竟死于自己好友的手中，愚蠢至极。怎么，恼羞成怒了？今日不用武功，会给你个教训。我警告你，你疯了！撕了你这张臭嘴！你疯了！好胜人，史文过，逞辩己，炫聪明，立威严，自强臂，此六者，君上之必也。听说你年纪轻轻就已经踏入了逍遥天境，看来是真的。就这样死了，真是可惜。我自小聪颖过人，13岁武功便入了自在地境，那时我很兴奋，追着老和尚问我算不算是这一辈当中的第一天才。老和尚被我问烦了，最后说北里有一个人同样也是13岁入了自在地境，17岁便入了逍遥天境，他当得上天下第一天才之名，他便是江湖白晓生的弟子，北离六皇子萧楚河。之后不久便发生了琅琊王一案，天启寺守护中的李新月身死，他的女儿李寒英剑指当朝天子，江湖震动。据说萧楚河在天启城中跪了3天3夜为琅琊王求情，最后却惨遭牵连，贬为庶人。那时我便觉得这个萧楚河虽身在皇家，却是出人意料的有情有义，是个可以结交的朋友。原本我以为你就是萧楚河。接下来轮到你了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我可不会武功，逃跑了轻功还可以，拳法我半点都不会。不过那个水上漂的功夫看起来不错，我可以选吗？你心思太重，飞天踏浪神通也是学不会的，学了也只会半路掉下来。飞天踏浪神，罗刹堂武功的名字都起得这么随意？不是，有些武功秘籍上的名字被人抹去了，我就瞎取的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要传授武功你传那个小憨货。我没有找错人，我要教你的这门武功不需要什么基础，需要一点时间。我今日教了你，你怕是很久之后才能学会。我要教你的是心魔眼。我想传你们二人一人一门武功。
什么武功啊？我想传你的是天下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。哇，好长的名字啊。好随意的名字呀、啊、看好了。聪慧，不愧是江南霹雳堂雷家的弟子。不过恕我愚钝，你这道拳法到底高明在哪儿啊？哼，傻子，他唬你呢。什么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，分明就是大罗汉拳，少林寺的入门拳法。嵩山脚下花20文钱就能买到一本秘籍，我家店小二都会几招。啊？刚刚那套大罗汉拳，只是前一版。后一半是伏魔拳，二者加起来才是天下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师父，莫哭，你该回你自己的家了。无心的家是寒食寺，这里是寒水寺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啊！又想家了吧？师父，有一天你也会像父亲娘亲一样突然离开我吗？傻孩子，我会一直都在你身边的。真是个傻孩子，寒水寺只是你一时气息之地，如今你已经长大了，该回你自己的家去了。我欲乘风向北行，却落轩辕大如席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里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。昆仑之巅暮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你此刻看起来终于像一个高手了。高不高手不重要，关键是要活下去。吴昕，你这是什么吃法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少见多怪。这就能吃了？嗯，不错。怎么样？我这个吃法还不错吧？嗯，真好吃。要是里面再来点肉就好了。哎，吴昕，你这门手艺在哪儿学的呀？是老和尚教我的。哦，忘忧大师还研究这个？应该是他云游的时候，不知道哪里学来的。